我们要过去那个餐厅喽。你有别拖啊？没有了，没有，就是我们的晚餐啦、啊。等一下去那边，他带点伴手礼给大家。又有别的朋友？嗯，没有啦，就一样的，就是。老板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那个餐厅真的非常有特色，真的啊。对，它不是一般的餐厅。啊，嗯，对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。对，你看就是。好好，卖关子，卖关子，不要讲太多。去哪里都好，只要没去过的地方，我们都觉得很新鲜。卖关子，对，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新鲜。好，嗯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一个私房景点，我相信哎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谢谢啦，好感动哦，好险，不知道你会来，素食都还临时准备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觉得这样很棒，超赞的。刚刚那个炒的真的是有个好吃哎，他招待不周，真的炒的超好吃的，而且我觉得是顺哥太糟了，没有是太糟了。你看我们去到哪一站没有你的朋友？对，真的哪有强大的亲友团？刚好有一些人刚好在这里，那公司啊也在这里的。哎，他们愿意过来就很难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在忙。对，对不对？可见你们私交有多好。真的都很挺你。对啊。今天在这里面是一个秘境啊，让我们赶快进去好不好？真的有好吃的餐厅吗？有有有，有厉害的吗？你们都听过嘛，对不对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路中有巷，巷中有店呐。行啊来，现在怎样？行啊来，巷中有店，行啊来。丢丢丢！如果没有厉害的餐厅，就要翻桌。你看，这样这种巷子，这个是就叫路中有巷，好不好？巷中就有店。到底要走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让你看看便知晓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我刚来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已经跟那个老板打电话，跟他说，先把我们的菜准备好。好，因为你已经打点好了，怕你们饿着了。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，人行加油，好冷，进行加油。你这个巷子出来，只是巷中有风吧？巷中有风，太冷，那是新竹啊，都忘记了。快，我们快到了。你的灯笼走就对了，你的灯笼不一样哦。来来来，好漂亮，这里。对。一个弯道，真的耶，可以，很有氛围哈。嗯，我们又走到了时光，看到没有？时光隧道，这四个字看得懂吗？石坊小景，景小坊石。哦，哎，这样没有对啊，石七九。好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小景啦，石坊啦，对啦。哎，大家准备好了。哎，好棒！请坐，请坐，这桌是我们的吗？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我已经为大家准备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些素菜。谢谢。这些都是顺哥，对啊，谢谢谢谢。看着口水就流下来，我看口水差点滴到那个碗里面。这还有饼，对啊，这不是饼，面线，面线煎，哦是啊。米蒜煎，煎米蒜，现在很少看到这种，对，真的很少，好不好？我好像没看过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站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一瓶酒。是居牌十八年吗？哎，可以吗？很赞啊，可以喝吗？很好喝。你平常有喝吗？我就是这样的聚会我会喝，我在家里不会喝。完了以后我们就人对才喝，对，人对才会喝，而且要开心喝啊。不过这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就吃饭之前先喝一杯，好，好不好？大富大贵，这威士忌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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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年，我随便说说，十八年，十八年，所以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吧，今天这是我最后的任务了哈。OK， 我觉得这比较轻松了。谢谢，今天终于解锁了。哎，很赞哎，今天很爽哎。对，我们可以公布一下明天是谁吗？我还不知道。是我。那就不是我了。嗯啊，是我。好，期待期待。一定要好好期待。哎，对，明天是你对不对？是我。我先把重要任务交给你。什么？我先把钱包钱交给你，先把明天的背后先交给你，因为我放在身上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哎，今天都没有用到哎。哎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几乎啊，果然出来要靠顺哥。几乎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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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乎哇，这个旨意我先帮你尝一下，看这是素的还是荤的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这个感觉是甜点，我面前这一定是素的。这你可以吃，可以啊。好，汤圆。
哦，然后咸甜咸甜的，有包馅，有芋头，有奶油，我要吃咯。它这边的菜古早味跟他们的环境好搭配哦。对，我现在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这是在老宅里面吃饭。因为这家店呢算是做家常菜啊，小热炒店，做台菜的口味，那有点小变化，它看起来很赞啊。难怪你刚刚叫我们不要吃太多。对对对，就怕你们吃太多就。而且面线煎我真的很久没看到，我也是超久没看到。就是我们这边美丽的老板娘，哇，谢谢。是我们想了解一下这面线你是怎么做的。面线烫过，煎炒一层之后翻面再裹蛋，然后再翻面，蛋再过来。对，就这样。哇，你说了一口好菜。其实我说的啦，但是好像应该有漏掉。我先生在厨房。哦，那你先生是主厨？谢谢主厨。哦，好好吃啊，这个美人腿的这个好好吃。桂花笋这个今天特别帮做素，它那个桂花就是末细细的、淡淡的，然后有点那个桂花的样子，然后再加上麻竹笋切丝，然后拌炒。那素食的朋友，我们烫桂花笋会帮你变成素食。哦，好。对对。哇，这样顺哥都帮你想得很周到。对啊，我觉得超赞的，谢谢顺哥。没有，真的太谢谢。连霸王我都知道素霸王。对，好爽。那我知道我明天该怎么做，因为今天有顺哥当前面。哦，其实那你如果说你办的旅程当中哈，你吃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吃素了都没有关系。谢谢。我们愿意那一天呢，把自己的肠胃啊、思想啊，可以把它清空。谢谢谢谢顺哥，不是净空，阿弥陀佛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酒肉穿肠过，佛至心中来。对对对。拿好酒给你啊，老弟。这红酒可以这样喝。对。我还有一个朋友啊，他们自己做的一些东西，我来拿来送给你们啊，哦，好不好？还有礼物，没有就拿一下，多了，哇，真的是顺哥的朋友，真的是太强大了。好，哎呀，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阿富了，他自己做的叫做富小厨，富小厨干拌面，干拌面，最后一家需要煮啊，很可爱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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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思意思了，来这边给我们。谢谢顺哥，谢谢顺哥，有吃有喝又有拿。对对啊，这就是五加购物，这就是我们出游最高的宗旨。对啊，嗯 ，OK， 好赞嘞，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姐，谢谢谢谢。你先没关系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不会让我想到面线，完全没有哎。是吗？它很像那种传统蛋饼，就是那种浆。哦，他说它有果，还有浆的那种蛋饼，葱花蛋饼。嘿嘿嘿，它有一点点那个面线的味道，而且不用好吃，不用特别沾酱哎。嗯嗯，对，还是很有味道。那我觉得沾酱也蛮好吃的。嗯，想问你们一下一点真心话，可以吗？我喝了酒会讲真心话哦。对，会讲真心话。你承受不住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这因为对我真的很害怕，就是今天那个行程会不会？那你们不满意还是嗯？我觉得老天爷都在帮我们，也都在帮你。原本我在想说，下雨是不是会扫兴，就没有下雨让蒋公行馆变得更诗情画意，嗯，很美，神真会讲话。一直到后面我们再去，你觉得我应该哭吗？卖给你老板娘，怎样？你老板娘。然后我们又去果园，以后就出太阳了。嗯，哎，对，对啊，就热情。哎，天气配合的刚刚好。对，天气配合。我也觉得在那个凉亭那边那个微雨。对。然后看到一点点的远方有那个雾气吧，很深蓝之类的，对，我觉得超美的。超美的，我就觉得好棒。然后还发现一台空拍机。空拍机。哎，空拍机。就是没出过外景的土包子。然后很感动的是。你明明带我们去吃霸王，可是你已经帮我，就是你找呆爷准备了素霸王给我，超贴心的。那个面子该给他了。好，没有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超充实，而且重点是我自己是桃园人，你带我去那些店我都没有去过，我就觉得你都认识，对，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更意外了，真的太酷了，太巧了。但我真的有点担心跟害怕明天的行程，因为你今天带大家走太文青的路线了，然后大家都过得太爽了，我又很担心明天大家会有点不太爽。哦，是这样，是你的行程吗？你会怕吗？我个人蛮喜欢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挑战的部分。哇，所以你担心是谁会不爽？我们三个，我怕你们都会一起攻击。会一起攻击你吗？好，我们约好。你们应该不会。只要任何一个人不爽，我们三个就要一起攻击。你们要这样子吧？你们要都对我好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们玉燕姐是。
因为苑姐以前在拍戏，拍那么多戏，对不对？在华视，在某个电视台里面都担任最佳女主角，对，台湾的媳妇。哎，不要讲真话，他等一下要讲真话哦，很真哦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看过苑姐上什么综艺节目？对啊，我其实昨天看到你看到岳轩，当然因为我们合作过，然后后来看到我们那个子怡很搞味，但是又好可爱。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旅伴，你很好的那个旅行的咖，就是我对于那种任何新鲜的事，我都会抱着很开放的心情。对。天哪，我要哭了。温安呢？你是小天使吧？所以今天从第一站开始，我每一站我都觉得超好玩的。嗯，我根本就是一个刘姥姥。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大观园，每到一个餐厅、一个景点、一个地方，我都觉得超棒的。谢谢顺哥的安排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谢谢苑姐，谢谢你肯愿意出来这样子。真的哎。花甲少年去旅行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次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东西都跑出来，就很有趣。大家没有太多的想法，说说对方的糗事，然后说说彼此的近况，然后聚在一起就是开心。我唯一的一个惶恐是，哇，这么幸福可以吗？我有点害怕后面会不会很糟。可是今天真的过得蛮开心的。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天，所以大家都要保持很好的心情。但是还不说到底要去哪里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毕竟我是导游嘛，就让我先来开开看。待会你们真的觉得太恐怖的话，我再来换手掌。等一下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要趁我在放行李的时候，你做一些很特别的决定，我好害怕。可以，好吧，今天是你安排。来上车，是怎样？大家都不敢上车，你们大家记得安全带系好。没有那么夸张。对，还有没有多一条？我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吃一个好吃的早餐，因为早餐很重要嘛，所以我们待会一定要吃饱。因为今天的活动都会非常耗体力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是很好玩的。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中式还是西式？中式，而且是在台北没有看过的中式，它的东西很单纯，就是只专攻那样东西，新竹在地人都会去吃的。好哎，然后这间呢是我的口袋名单，但我没吃过，所以我想要找你们跟我一起去吃看看。OK， 陪你一起实现愿望了。对，是汤的还是干的？是干的。热的。我突然有一种既视感哎。因为昨天就是昨天一直这样子问顺哥，是新竹有名的吗？那我们等一下有热汤喝吗？顺哥在市区吗？然后我刚刚被问到就有点害怕，就是有点既视感。别惊啦，都把你逼出来，再怎么惊都不会比我们惊。你们有啥好怕的？你在开车。我这次的行程呢，会带大家爬山涉水，然后会带大家体验比较原始一点的生活，或是露营。如果他们平常没有露营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行程。到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蔬菜煎饼。哦，这个是呢，大家可以吃，然后哥哥你也可以吃。你看它的蔬菜煎饼，哇，这个像萝卜糕，是萝卜糕还是蔬菜煎饼？它是蔬菜煎饼，就长得很像萝卜糕，但它是用粉浆去做，然后做的这样长方形的，很可爱，然后是台北吃不到的东西，感觉很好吃。我其实一直都有看到蔬菜煎饼的摊子，可是我从来没买过。真的？对，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素的还是荤的，所以我就一直没买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它很特别，是。它的酱料有分素的跟荤的，所以你可以在选酱料的时候特别去选。不错，今天早餐没有失望。但其实刚刚那个我在车上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，因为那个顺哥说他不喜欢吃蛋饼类的。早餐，比方说炒面啊、炒米粉啊、干面啊，然后蛙桂啊这些都可以接受。就说吃蛋饼那个，我觉得太没搞头。我个人我不喜欢啊。哎，这个不一样，这是煎饼，这不一样，煎饼跟蛋饼不一样。OK， 对，好，那就好了，放心。它有杏仁冻哎，我可以再吃一个杏仁冻。可以吃。我们这种肺部不好的都想吃一点保养的。
你钱有带出来吧？有接了钱。我们会不会今天就花完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还好昨天你省了很多。没有，我们下一个景点会花比较多钱。那干嘛下？坐游艇吗？包游艇吗？你想坐游艇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但今天不会完成的愿望。哦，谢谢。加菜哦，谢谢。煎饼加蛋哈，是。萝卜糕加蛋，赞。好像豆腐，谢谢。辣椒看起来赞。开灯了。它里面好多菜哦，哎，好吃哎。哇哇。其实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韩式煎饼，对，对不对？韩式蔬菜煎饼，韩式蔬菜煎饼。哦，这个是无糖豆浆哦，啊，这个是薏仁浆，薏仁浆，薏仁。哎，谢谢。哦，豆浆。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喽。谢谢。谢谢老板娘，豆浆。老板娘，客气啊，谢谢老板。就好吃嘞。对啊。老啊，无好吃。老，你怎么这样喝下？不要紧啊，你安盖得啊。觉得早上吃这个很赞。对啊，超厚的，就还蛮有饱足感的。我发现月圆姐是吃货啊，吃货。月圆姐跟我一样很喜欢吃。跟月圆姐吃东西很有意思，她吃东西第一个很专注，然后觉得东西都很好吃，不会像有些女孩子啊，那个。我最受不了跟那个朋友约，然后女生，然后她就是小鸟胃。我可能下一次就会约喝咖啡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没办法一直吃。对啊，或是我看着超难受的。还好他没有看得很难受。你不会啊？因为我一直吃。你从来不是小鸟胃。我们的美少女舍不得放下筷子来哈。是啊。蛮好吃的，就是有意外的好吃。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粉浆类的东西，而且看到旁边的哥哥姐姐们都很喜欢，就觉得哦，很值得。今天第一站是好的开始。我觉得张瑞君很贴心，早上居然带我去吃素食的早餐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么简单的煎饼浆，然后加蔬菜，然后加一颗蛋，可以这么好吃。他吃到整个所有食材的原味。如何，导游？我们刚刚吃多少钱？我们刚刚吃不用钱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去付钱的时候，那老板娘整个超热情，她就说不用啦，请你们吃啊，你们开心就好。然后我就说不行啦，做生意一定要收钱，做生意很辛苦哎。但她坚决不收我钱，好热情哦，这样蛮不好意思的。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对，小店做小生意是很辛苦的。可是这种状况，我觉得常遇到啊，因为他们的热情，以后觉得给他们钱，好像在浇熄他们的热情。对，就是盛情难却。所以其实很两，对，蛮两难的。但我董杰那个意思就是，小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已经小本经营，对，很棒。当早餐会点心都很好，大家可以去吃哦。我特别喜欢那个松松厚厚的口感。啊，对，哇，对啊，它那个厚度又刚刚好，嗯，不会太薄，也不会太厚，好吃，好吃，满足。太好了，满足了哈，要开始紧张了。满足，接下来带你去玩好玩的了。瑞轩得到了第一个赞，耶！没有跟你们一起出去旅行过，所以不知道你们的旅行习惯是什么。但我觉得我就想要把我想跟你们分享，跟你们分享。所以今天的行程呢，可能不一定是你们平常会去做的事情，可是是我想要去做，我想要去挑战的事情。我也冷是冰。啊啊！哎呦，我嘞！哎呦，没事，不要怕。慢慢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快点！